原标题：中国悍匪刘黑七，横行27年，部队出兵围剿，击毙失解救妇女500人。刘黑七，占山为王的一个悍匪，匪徒多的时候能有上万人，他可不是梁山伯式的替天行道，而是一个专门打家劫舍、欺压良善的奸恶之徒，一生未获村庄千余个，被部队多次围剿，27年后终于被消灭。刘黑七出身放牛娃，胆大心狠。清政府灭亡后，北洋政府对基层的掌控力崩溃，农村更是处于失控状态，这就给刘黑七这种人的生存空间。1915年，他召集几个经常混迹一起的哥们，组成匪部，因为他排行老七，对外称为刘黑七。因为几个人中就刘黑七最心狠手辣，都推举他当首领。刘黑七手握大权，很快就把附近的村庄打劫一遍，杀人放火不在话下，还劫掠民女上山，以此为豪。第2年，刘黑七被官府击溃，兄弟被处决了好几个，他自己逃到了另一个土匪窝，很快这个土匪窝的头子就被刺杀了。刘黑七顺势夺了寨主的位置，重新坐上寨主位置后，刘黑七更加肆无忌惮。那时候也正是中原混战时期，刘黑七抢劫杀人10000多，毁坏房屋数10万间，劫掠民女无数，基本跟日本鬼子的德行差不多了。日本人进入山东后，悍匪本质的刘黑七不服日本人管教，也打不过日本人，乞讨到阎锡山手下当了师长。做了师长的刘黑七只是名义上是抗日部队，土匪作风有增无减，还是抗日大义名分光明正大的劫掠民财，忍无可忍的民众支持共产党部队剿灭土匪。1943年，刘黑七被灭。在刘黑七的匪巢内，还有500多个被他劫掠来的青壮民妇。土匪生于乱世，祸乱乡里，也没人能管得了，就像挂在老百姓脖子上的刀，让人始终活在担惊受怕中。太平时期的人可能是感受不到那种恐怖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